好了，看你姐姐啦。去坐这个云霄飞车啦。好了，看几遍。太空云霄飞车，行。我请你跟文文跟哥哥一起坐，这会冲很快哦。对呀。辛苦吗？可以。不会。好，走。太多了。大人要坐左手边，小朋友上车，另外右手边哦。大人要坐左手边。你这个太凶了。这样。哎呀。你要掉下去了。甩出去。然后是就不要打了。